是谁？你昂着头却含着泪，你是谁？你微笑着心碎，你是谁？你饱尝污秽为了谁？咬破嘴唇却无言以对，你是谁？在风中走，雨还在追，你是谁？在雨中心无包围，可知道你一生疲惫为了谁？生死相随却无言无味，没有人知道你是谁，没有人知道你为了谁。你是影子，却光芒四射，你是天马却相识如泪。什么时候你如期而归，让我温暖，让我依偎。什么时候你在阳光下醉，齐小云要转移军种，抓还是不抓？现在先不要惊动他，你要给我死死地盯住他。
陈主任，副院长先生，齐主任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陈主任，我能借你的车吗？可以呀，谢谢。哎，小心点，他怎么那么着急啊？可能是赶着回家吧。也许是急着为他女儿找手术用药吧。希易，你能不能想办法弄点药？慧莲，这个晚上可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夜晚。可是我并没有觉得这影响了我们的情绪啊。你看看，说到你的病人，说到你的手术，你的心里还有我没有？菌种弄丢了。蜥蜴，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，这让我又想起了我们美好的大学时代。希望白天永远不要来临。可惜，今天的黑夜太短暂了。这天，总是在你最不愿意的时候就亮起来了。其实，光明更让我觉得温暖。慧琳，你像一个诗人。我觉得，你更像我的父亲。我们回医院吧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小英子的药。还要请你这个副院长先生尽力帮忙。啊，看来我今晚对你的心理咨询又浪费了。走吧。
把军种转移出去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认为他是为了安全。说下去。他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意图。什么？你是说共产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青梅计划？喂，对不起，您交给我的药我弄丢了。我跟你说了多少回，不要轻视女人，不要轻视女人。院长，我这里有新的情况。什么？你年轻的那个可能要贩卖手上的药，对方是谁？花拳绣腿的人。我知道了。报，进来吧。处座，刘连请求暂停执行11221号处监令。为什么？为了配合密令的执行。什么理由？刘连的意思是利用段九红的黑帮力量和张东阳的目的与之周旋，做好两手的准备。为什么非得要借用段九红和张栋阳的力量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呢？段九红和张栋阳之间肯定有什么秘密，而这些秘密关系到陈慧琳和实验室的合成员袁珍。陈慧琳啊，陈慧琳竟然给段九红穿针引线，还介绍怀仁医院的方院长。查清他们的关系没有？查了，只不过他们的关系有点令人费解。嗯，这个方院长在日本人进入上海的第二年就秘密地潜回了上海，对陈慧琳进行当面的邀请。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陈慧琳没有接受他的邀请。接下来的几年，方院长一直没有放弃继续对陈慧琳的约请，直到邓红事件之后，他还一口气向陈慧琳发出了三封邀请函。三封，看样子他对陈慧琳还是挺关心的吧？你呀，给我也好好关注关注这个方院长，还有他和陈慧琳之间的关系。是。小文呐，最近我突然发现，刘连对执行密令这件事情怎么总是畏首畏脚、瞻前顾后的？处座，可能是因为刘连是医生出身的特工，对齐小云和陈慧琳这样的专业医生有一种出自本能的惜才吧。首先是党国的上校，他应该知道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。是。你们还在这儿？不是。回来。
你给我告诉他，我只给他这一次机会，不要让我临阵换将。是，我会提醒他的。什么？这些都是元贞这几年的病历，我都拿来了。哦，很好啊。都是内科和妇科的检查记录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这些记录将从侧面向我提供一个心理疾病患者的详细情况。好了，还剩下最后一道工序，等晚上吧。我们为什么不现在一气呵成呢？这都是为了绝对的保密。再说白天的电压没有晚上的稳定，还有日本人赵苏明他们都不安好心，还是小心为妙。那好，让我回去好好睡一觉，养足精神，晚上来做最后的冲刺。明天将是我们扬眉吐气的一天。明天是我东山再起的一天。你是说，你有可能已经找到了元贞心理病的诱因？心理医生更多是从病人的历史着手。这个我知道，人的心理都是从早年的心理印记和他的经历逐渐形成的，比如我的那种责任感的形成。是这样。对于我这个外科医生来说，心理治疗的机理我还是感到很陌生。这不奇怪。外科手术我也感到陌生。把外科手术理解为物理原理，如果把心理治疗理解为化学原理的话，会不会很牵强呢？其实本质上，心理反应就是一种化学现象，是人的精神作用于荷尔蒙产生的一种变化。其实在精神分析家的眼里面，一个人都要经过口欲期、肛门期、性蕾期、同性期和青春期这样的阶段。你是说，人的心理问题都源自 libido， 典型的弗洛伊德论调。这是有研究报告可以证实的。洗耳恭听。一个人从3岁到5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性蕾期，就开始对异性产生兴趣。在心性发展过程中，这个阶段是萌芽阶段。这个阶段的小孩对异性父母感到兴趣，而排斥同性父母，形成三角关系。能用一个外行人听得懂的话吗？具体的说呢，就是男孩会喜欢母亲，害怕父亲；女孩会喜欢父亲，反抗母亲，呈现所谓的伊底帕斯症结。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中，男孩子会慢慢地转而与父亲接近，向父亲学习如何做男人；而女孩子与母亲接近，模仿母亲学习如何成为女人。进入同性期，圆满解决了伊底帕斯症结。由于某种原因，性蕾期的小孩子无法顺利发展，例如一个女孩子的父亲过分宠爱她，不让她接近别的男孩。你知道，男孩子则刚好相反的情况，或者干脆男孩和女孩都没有得到过自己的父亲和母亲的宠爱，则他的心性发展方面得不到平衡，无法顺利完成。即使长大以后仍然继续徘徊在三角关系中，闹着三角关系，但是不同的是，这种关系转移了，转移到和自己亲近的同龄人，最有可能的是自己亲戚的身上。比方说，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爱。由于性蕾期所遇到的挫折，使他的心性在发展过程中停滞下来，无法成熟。一方面，很想与异性接近，但另一方面，
又惧怕发生性关系，显得非常的矛盾。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齐小云和云珍的实验室在实验大楼的第二层，一共有16个房间，其中14、15、16号实验室是专属齐小云主任一个人的，是3个贯通的套间，在大楼的最西面。这里面有暗道没有？这是一个德国风格的建筑，有很多的供暖、通风和隔音设备，使这幢房子看起来非常的复杂。从图纸上来看，这些房间都是南北贯通的，但是经过30多年的修修改改，图纸和房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。今天晚上将是齐小云第二次试验的关键时刻。将军，情报可靠。可靠？那我们还等什么呀？现在就把他和他的青霉素一起抓来，这多简单呢。现在要抓，我还等到现在？还至于牺牲了森春元少佐？还至于让木京大佐遭受这么大的屈辱？不，我要等到他完全成功。到那个时候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全面接管实验大楼，不，接管整个中山医院，大规模的为帝国的军队生产青霉素。只不过，你想说什么？担心，齐小云可不是个容易对付的人。在酷刑面前，谁也当不了英雄。你不了解那些共产党人。那么你担心的是什么呢？我担心配方。假如齐小云一个人掌握了菌种、配方和完整的生产工艺，我们只要控制住他，就大功告成了。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忘了，在他身上有随时拉开了保险针的手榴弹，他还给自己的嘴里准备了氰化钾，一旦处理不当，将前功尽弃。我保证，他没有机会拉响他的手榴弹。即便我们控制住了他，他不和我们合作，打死都不说出菌种和配方，那也是毫无意义的。那么你的意思呢？齐小云要把他的菌种、配方和试验出来的成品转移给他的上级，我们应该在这之前才对他下手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们要冒很大的风险。菌种就是个例子。我们可以在他出去之前暗中夺取他试验出来的成品和使用的配方。这样做有什么意义？让他不知道是谁想要他的东西，这样他心里边会存有侥幸心理，促使他尽快地把秘密转移给他的上级。那么我们既同时得到了青霉素，又彻底捣毁了地下党在上海的秘密组织。是啊，我也担心齐小云一旦意识到了有危险，会草率地和青霉素同归于尽，在我们下手之前就毁了青霉素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哎，那个元真对青霉素一点不知情吗？从齐小云每次关键的时候把它调开来看，他应该是不知道，即便是知道，也是一个不完整的配方。我命令，暗中控制，等待时机，突然下手，人赃俱获。是。老黄，最后的时刻就在明天的凌晨。要我通知老范吗？老范我已经通知了，他明天会准时在医院门口接应我。还需要我做什么？
我还需要你把元真给调走。为什么？他一直跟你在一起工作。还剩下最后一道工序，我自己可以完成。哦，好。你得用点心，他知道我们的事业已经到最后的合成阶段，他不会轻易放弃的。可是，他参加了所有的实验，他知道这一切啊。那只是阶段性的实验，关键的步骤他并不清楚。老黄，老黄。哦，什么？你能做得到吗？我能，党的秘密重要。我这样做也是无可奈何。但愿不要给你们非常难看的夫妻关系在雪上加霜了。有一点你说的很对，我表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姑父的确过分的溺爱她，但是我敢负责任的告诉你，这绝对不是我表妹患病的原因。是的，这些都是心理学家故弄玄虚的胡言乱语。胡言乱语？胡言乱语只不过是我不得不对你采取的一种积极的勾引。勾引？慧琳，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，你都应该要生活的比现在轻松愉快，哪怕是苦中作乐也好，你何必这样苦自己呢？我总是觉得对不起邓红，但是你们根本就没有爱。可是我欠他的。你还是要用邓红来给自己找不敢接受感情的借口。是的，我说过，你我的身份不同。你慧琳，我的国籍是一方面，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对你的伤害是另一方面。父亲母亲的伤害？从六岁起你失去了父爱，同时也失去了母爱，在你的下意识中你害怕接受真正的情感，特别是爱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灵儿，等你什么时候能拿得起爸爸手术箱的时候，爸爸就回来。你是说我害怕接受爱吗？你害怕再一次失去爱，或者受到你爱的人的背叛和伤害，所以你宁愿找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来厮守终身。我表妹患病的真正原因吧。我姨父姨母在上海有家慈云药房。我知道你表妹家很有钱。可是在两年前，我姨父姨母突然被人杀害了。这个事情我也耳闻过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被卷进了军事药物走私的案子中，日本人抄没了他们所有的家产。是这样。我表妹是在她父母出事半个月后嫁给黄元本的。遭受了这么大的打击，居然还有心情结婚？说起来，黄元本还是她的救命恩人。黄元本救了元真的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不太方便吧？今天晚上？不行啊，今天晚上元真可能要回家。什么？到西敏郎的办公室？你说他凌晨才能回来 ？OK， 这么说我们可以待在凌晨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就不到天亮不散。和谁不到天亮不散啊？哦，这么早啊？你今天休息？就这样，
一个身价不菲的青衣小姐一夜间成了过街老鼠。幸好她的身边有个义无反顾爱着她的黄文本。看来她是出于报恩，也是出于自己的走投无路才嫁给黄文本的。女人有的时候真的很需要依靠。我刚才问你呢，跟谁不到天亮不散呀？啊，这是我的一个病友，他聘请我当家庭保健医生。不到天亮不散，这么说他是需要一整夜的保健了？不，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保健呀？哦，对，人到深夜是最虚弱的时候，什么孤独啊、寂寞啊、烦躁，通通都跑出来了。你误会了，的确需要你去保健保健。你愿意听我说话吗？好，你说。不是现在，过了今天晚上，我把我们两个之间事情好好说一说。现在不行吗？我说了，过了今天晚上。过了今天晚上。好。我警告你，黄月本，当你们两个人脱光衣服、肉体绞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的灵魂也会跟着出窍的。马护士长，啊，你知道陈医生去哪里了吗？陈医生，哦，你到副院长办公室看看。西医，你要不是个日本人，那有多好。进来吧，黄医生你好。副院长先生您好。原本你找西医先生有事吧？那我先走了。不，我就是来找你的。副院长先生，对不起，打扰了，我只是来找陈主任请个假。没关系，请便。请假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今天晚上我想给元贞过个生日，想跟您请个假，提前准备准备。元贞的生日不是早过了吗？他过生日那天我给忘了，所以今天我想给他补办一个。是这样，那行吧，准备的浪漫一些。浪漫？不是说晚上吗？怎么提前了？还搞起了三人乐？对不起，我先走一步。黄元本，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。元本，你不是表姐。记住我给你最后的警告，当男女偷情的时候，他们的肉体绞缠在一起，这时候他们的灵魂也会跟着出窍的。元贞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真的不明白。你当然不会明白，你只要记住我的警告就行。元贞女士，你是来应约的。什么？我以为你是来应约的。对，我是来应约的，如果你方便的话。你们谈，我先走了。等等。请你不要太往心里去。今晚金巴黎一叙，好吗？好的，我一定赴约。陈医生，怎么了？
快去看看木君大佐。他怎么了？他呼吸困难。什么？他呼吸困难。你不舒服吗？我想喝咖啡。我不是来看病的。那你来干什么？我没有病。你有。我没有。你既然预约走进了心理医生的办公室，就证明你需要我。我问你，你对你的丈夫说了什么？我有必要告诉你吗？这是一个测试，这个测试可以断定你有病还是没有病。我跟他说，你别想骗我。不，你说的是黄原本，你记住我对你说的话。你对他到底说了什么？阳光让你不舒服了吗？我怕他们私通。谁呀？我表姐。在哪儿？什么时候？在你的办公室，今天晚上。我的办公室，今晚。我都跟你说了，那测试结果呢？身高，呼吸困难，下胸部肋骨间隙饱满，声音听上去非常的浑浊。这说明了什么？你现在是急性的脓胸。这医生，这可是你给我做的手术。这跟我给你动的手术没有关系。是你不遵守医嘱，不好好静养造成的。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我不是正在给你处理吗？报告大佐，那个强子太不老实了，他用汤勺刺伤了送饭的卫兵，伺机逃跑。我建议把他转移到……混蛋！没看见大佐正忙呢吗？出去。撕下城堡，那是我最后唱的那首歌。沉默有时候会沉默，不敢被风淹没，还有最后一波燃烧自我，因为我心还是那么狂热。爱有错吗？让一个牺牲另一个。
存活。谁说生和死不能够穿越？当我照亮长夜，那么不顾一切，每个感觉，那是我用灿烂与你吻别。看我手手闪烁，你才能记得我。看我淡了颜色，你就依依不舍。生命谁能把握？坚强或是脆弱，只有一直相隔。证明生命不枯竭，我将。